我的主题是平凡中的不平凡，可能大家还是一头雾水，不懂这个主题的意思。我的创作理念是利用平时随处可见、比比皆是、看似很平凡的门牌来作为这次的主题，做成我们活动地点哈马星的地图。其中街心街、古山一路、滨海一路、古园街有这四条路。那它的不平凡之处呢，是虽然只是毫不起眼的门牌，但是如果缺少了它，我们又如何到达正确的目的地呢？其中加入本次的哈马星的人文特色还有独特的历史古迹，构成我本次的主题。然后图中的双黄线呢，是想打造一个马路的感觉，还有背景是哈马星由历史文化的巷子。如果想到哈马星来旅游的各位，欢迎大家来欣赏我的作品，可以当成大家导览的地图哦，谢谢大家。